有没有？哎呦呦、哎、呦！我闭上，哇！这个特效也太酷了吧 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欢迎回来啊！欢迎回来，我们的普罗米修斯的模组。然后你看见老头现在穿没有穿衣服了？没有？那是因为呢，老头私底下在挑战那个普罗米修斯恐龙的时候被打爆了啊！这整个装备被打爆了，然后差点死掉。那我也懒得再重做那个装备啦、啊，所以说呢，就让我裸体吧，好不好？我突然觉得裸体还蛮轻松自在的、啊，你看走路都变快了，有没有？穿上铠甲走路都变得慢，因为太重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这不是今天的重点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挑战一只 BOSS 哈，那只 BOSS 我也不讲说到底是哪一只，这是老头稍微逛，也不是说稍微啦，老头基本上把所有地图的基本的、周遭都已经逛光了，全部都逛完了。然后呢，会看到我有看到一些还蛮奇特的生物。那这些生物呢，我基本上就是留着录影给你们看用的、啊。所以说，就是有点像是探勘地形啊，知道地形在哪里了，我们在找恐龙的时候也比较方便啊，是我自己方便啊。所以说我大概都把位置差不多都已经标好在哪里了。然后呢，我在那时候私底下在练功，也算是练功啦，就是在打那些恐龙的时候呢。我们打到了一些还蛮特别的东西哦，像是这个东西，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可是它好像是某一些特殊恐龙，某一些特殊恐龙用得到哦。这个好像是 T 开头的 T R A N S T A S F， 这是哪一只啊？这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有没有都一样啊？哎，对啊，哎，它每一只恐龙能够转属的属性都不同哎、欸。你看，像这个只有三个，然后它这个两个，其中它这个是两个没有办法使用，是只有这一只没办法使用、欸、然后我打到这个雷霆的，这个雷霆的魔法，这个、雷霆魔法应该是电属性的，所以说我这只可以基本上可以转属，然后转成电属性的狮鹫兽，还是说我们把这个就直接让给我们的金刚哥啊？啊，让给他也是可以啦。可是它不会飞啊，这对我是有种不太好的一个效用啊，因为基本上呢，我们玩这种方舟生存，一定是要靠飞行生物去探索，绝对会比你原本在陆地上的探索还要来得快很多。所以说我决定把这个打到这个仅剩稀有资源这个雷霆呢，就直接给它用好了。那它还需要一个普罗米的核心，这应该是念核心吧？那核心需要100个普罗米碎片嘛，我们这边刚好打了125个，这些都是从那个，这些全部都是从那个什么，都是从普罗米恐龙获得而来的啊，击杀他们会获得啊。那我们稍微转一下属性哦，看一下，我们稍微转一下属性，有，我们可以做一个，哇，这做好慢哦。好，我们做一个之后，我们让我们的狮鹫兽转身看看好了，哦，那个叫转身。哎、欸，更新嘞、欸，多了一个新的盒子，有两种哦、喔。这只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它这个要的材料又更不一样嘞、欸，好丢啊、喔！心脏，各种心脏哎、欸，20个核心，在搞死谁啊？然后这边是原本的，哎、欸，多了一样哎、欸，我现在发现，好不好？不管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呢就让它稍微进化一下。啊、哦，看到会变什么样子？来，啊、哦，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，我们终于达到这个材料可以让它进化了。那我在想说，它进化了，这身上的物品会不见啊，还蛮担心会不见的、欸。我想一下、哦，哪些东西比较重要、啊？硫磺其实还好、欸，比较重要的、哦、应该就是氨吧，我把氨全部拿过来好了。我是怕它消失啊，啊、哦，还有打到的这些装备，啊、哦，这些都是打到的，然后还有这些，好，这些都拿来，哎、欸，这个我要 ，OK， 应该可以了吧？然后这个也很重要，好，点两下，啊、哦，开始在制作了，哦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到底会怎样，其实真的蛮好奇的、欸，这次这个 V2 版的普罗米修斯改版之后变这个样子，然后。转的属性都有属性能力，然后闪电会产生麻痹效果，什么诸如此类的，不要这样看我，你马上就要转身了，好不好？
有没有？哎呦哎呦，我不懂，哇，这个特效也太酷了吧！哇，要进化，要进化了，要进化了 ！Oh my god！ 哎、欸欸欸，这个进化给我卡顿是怎样？哎、欸，进化，进化，进化！哇，怎么进化这么久啊？施救兽救急进化！噔噔噔噔，呜，就变金色而已啊！雷霆施救兽，好吧，嗯，好像很强，又好像还好。哎、欸，东西真的不见了，啊，不就好加在我的那个机制啊，不然的话呢，东西全部都消失了。好，我们放回去吧。那、啊、它进化之后血有变多吗？啊，我忘记把鞍拔下来了。我要再做一个鞍给他靠背哦，啊，没差啦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子，我前面点的能力值都消失了呢。我记得我攻击点很高啊，怎么现在变那么低？算了，等一下我再做一个鞍给他。我靠，黄金狮鹫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在那边休息，你在那休息，只是变个颜色而已。我做一下你的鞍。你的鞍需要什么？是这个？哎、欸，不是，还好我们材料够。奇怪，狮鹫兽是哪一个？这个吧。对啊，这个啦，要再做一个了。来，我们今天用这只来去挑战 BOSS， 不知道打不打得赢呢、啊？试试看吧。来吧，来吧，宝贝，宝贝，我们出发了，宝贝。啊，直接把鞍放上去。哪一个？这个。Yeah， 上吧。啊，负重了，所有能力都初始化。哇，多了什么能力？十一剑，我靠！哎、欸，这会喷到自己的恐龙啊！再喷一次，三千，哇，是直接给你雷霆呢、欸？还有什么？没其他功能了？什么声音 ？What happened？ 哈哈哈！这样不太好吧？走路变慢了，表示难过。哎、欸，我才刚转身，等级要重练了、哦。啊，来来，等一下那只我要怎么打、啊？这样不太好吧？喂、欸，没有，攻击很高哦，轻轻咬一下有一万以上哦。这个有一万哦，没关系，我们稍微先提升一下。不管了，我们就直接硬着头皮上好了。啊，多攻击，多攻击，多练一下等级。我们现在重练，顺便看一下那个 BOSS 在不在。啊。高这边有一只精英的，可以拿经验值，不错。啊，不过没看到伤害多少就是了。我们先点攻击力啊，攻击力先点啊，之后比较好对付啊。先点个五千好了，剩下的点移动速度，哎、欸，个十百千万十万，我们血有点太少，说真的。啊，我们先把血量撑高，不然到时候一级必杀就尴尬了。OK。哇，这样子有八万滴哦！哎、欸，这个直接附加属性的，真的好强！哎、欸，前面那只看见了没有？这不是 BOSS 啊，这是普罗米蜘蛛，普罗米韵母蜘蛛。好，我们可以把这只带回家，非常好。不过它现在应该是可以一枪入魂。好，我们先在远远的地方先守着一下，不要太靠近它。好，我们设法等一下一枪让它入魂。啊，这边应该很安全吧？好，这边很安全，对不对 ？OK OK， 非常好。我看见他。看，怎么会有这只啊？这小王八蛋，不要来闹哦！我觉得我站太远了。哎，没有啊，这次的改版好像变成是，我可以在上面开枪，是不是？好像可以、欸。哎、啊，那就这样子开枪就好啦，这样方便多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马上就倒了，晕了呢，超级会晕。好，马上就可以把它叫起来了。我们的饲料呢？算了，我们再做一个好了。懒得跟狮鹫兽拿了，耶、yeah! ，把你带回家。哇，一抓到就这么凶残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普罗米蜘蛛哥哥啊，一样是很帅气。不过呢，
现在我们没有，我们现在没有要使用它，而且等一下还要作案，有点麻烦。我们先让传送门先把它传回去好了，先传回去，传到家。OK， 先把它带回去，好的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呢是要来打 BOSS 啊。我们看一下 BOSS 在不在啊？现在以我这次强化过的这个雷霆狮鹫兽呢，这攻击单下80000，应该是打 BOSS 绰绰有余吧？应该是不会死掉吧？那我们找看看。啊，上次记得在这边有，不知道在哪里啊？有没有稍微找一下？哎，我说真的，我不知道我莫名撞到什么东西。哎，有没有前面那个有血条显示？有没有？就代表有一只 BOSS 出现了。那 BOSS 都会显示他们的血条，你看看。而且一靠近会有 BGM， 这个好像是没有是世界王的样子，但是他是没有办法驯服的。我们直接把他打爆吧，好不好？这只是那个普罗米版本的甲龙。哎，我想要直接在远距离就直接把他烤死、欸，算了，我们先备份好了，我怕死。我想要先用我的破坏时光攻击他看看、欸，应该是不会怎样吧。Hello， 一个人吗？我靠，好靠近，好恐怖哦！别伤害我 ！Fire！ 哎，站在原地不能放魔法攻击啊、哦！那我们在空中放好了。好 ，Fire！ 哇！这只居然无视魔法攻击，哇！这只有点丢哦。他难道说连近战也不能造成他的伤害吗？好，我们冲过去看看好了。上啊！哎呦哎呦哎！哎，他打不到我。哎，不对啊，为什么打他没伤害？不对啊，才800多滴的完屁啊！等一下，这只很强，这只真的很强，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。哎，我伤害都点这么高了。等一下，那一只到底是怎么玩啊？打不赢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别闹啦，谁啊？干什么东西？我被晕了啦！哎、欸，咬死他，快点！干什么东西啊你？来来，哎、欸，打不赢哎、欸，那家伙打不赢哎、欸，没在跟你开玩笑的，他那个血量是怎么回事啊？不要闹了，林北现在没赢，你别闹。那我也要看情况嘛，是不是？在那边，不然这样子，我们全部点攻击力看看好了。不过啊，我们能力值也不够点攻击力啊。哎、欸，这打不赢啊，这货打不赢啊，咬他才800多滴、欸，他的屏障，还说他需要靠什么神器才有办法伤害到他吗？你看1000多打屁，而且重点是还反伤。哎、欸，我会死啊！我靠，他打我13000，我打他才1000多。好，暂时先放弃。啊，等到我们之后拿到更强的恐龙，我们再来挑战他好了，好不好？我顺便再周围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普罗米啊。哇，现在一片红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啊，怎么那一只？那只 BOSS 他的血，他应该说他的防怎么那么高啊？魔法伤害也无视哎、欸，他到底要怎么打、啊？超级纳闷，超纳闷的。对啊，你看，照理来说都喷得到啊，那一片死寂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掉下来，救命救命救命！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明明就劈得到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死了？我被自己的雷霆兽给射死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那一只是强化版的蜘蛛，有没有看到它的颜色不一样？有没有？五颜六色，这种是不能抓的啦。啊，这种是不能抓的，叫做猩红哦，猩红。普罗米猩红玉母蜘蛛应该是这样翻译啊，这个好像是 只能直接击杀、欸，他没有办法抓。就是我 上次有一集不是我有抓狮鹫兽吗？哦，然后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用麻醉那个超级 super 麻醉枪啊，
射他为什么完全没有被晕倒呢？那是因为我们遇到的是那一只猩红版本的。哎、欸，不要闹了，大大。哦，我们遇到的时候是猩红版本的。那个猩红版本的是不能抓的，只能把它杀掉啊。所以说呢，应该是啊、哦，我跟他打，我应该是直接打得赢吧？喷看看好了，喷看看好了，应该是喷的死啊。Fire 也有喷到哎、欸，有喷到哎、欸。算了，我们直接冲过去给他一击致命一击好了。等一下，我先等他的震波结束，他好像会有一个规律会放震波。我很怕我冲过去的时候要放震波，要看到谁都杀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好危险哦。算了，我要冲了，不管了。三、二，呀呀！哦呦，要掉这么多！哦呦，解决了！呀！打到什么东西？你打到这 skin 可以干嘛、啊？没用啊！哎、欸，掉的东西很烂哎、欸！啊，给我这个干嘛？我已经很多这个 skin 啦、啊！啦啦啦啦啦啦！我这个也超多的，各种。好了，我拿到这个 skin 到底能干嘛？啊！不给我 magic 杀肉，你不给我杀肉，你给我这个。林北这么辛苦，你给我这个。算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可以抓的。啊，这個、稍微红树林，大致上稍微逛一下。哼，我超讨厌那个戴斯的，那个戴斯根本是来找死的，你看又来找死，又来找死了。还没碰到我之前，都被我的那个周围的那个电力场给弄死了嘛！啊，这是真的是不识相呢，直接往我那边扑过来，小淘气！啊，又看到那一只了，这个打不赢啊，这太扯了，这真的太扯了。那个防高到我是扑咬咬不死。这搞不好真的要需要更强大的恐龙超办法解决掉它了，不然真的没办法。这个我已经无解了，只有终极无解。看你给我什么，又是给 skin 皮肤，我真的受够了。不要让都给，光是都给这种奇怪东西好不好？我等一下给韵母蜘蛛进化一下看看好了。算了，我放弃，我回去。今天没有什么遇到太多特别的生物啊。来，我们先回家再说好了。我们看那个韵母蜘蛛有没有办法消化。啊，我们回来了。啊，然后我们卡住了。来，啊，先出来一下。我们先做一下韵母蜘蛛的安好了。应该材料不难啦。我想真的是不难，我觉得啦。看一下。啊，是这个吧？没有错。哦，那材料真的是很方便，95、170、30、300铁，超级方便的啊！有没有这么的方便啊？来，我们把安套上去，看它啊是用什么材料进化的。哎、欸，我做的东西又不见了，那、啊、跑去哪里了？在这里，找到了，有。也有哎、欸，这个，哎、欸，这是速度型的哎、欸，它速度杀肉，毒性杀肉。哦，没有，我们打到的那个 啊，我们打到那个完全没鸟用啊。哈哈，哎，不对啊，我们杀肉不是有多出来吗？让我看一下，我们先设定一下名称啊，这样怎么才找得到？哎、欸，不一样哎、欸。好像不同，不行不行。而且我后来才发现呢、啊，好像放安他们才会显示这个，它是需要一个安来代替一个媒介啊。哎、欸，看来到时候我们这个杀戮要多打一点了。你看这都不能用，要杀各种恐龙才会给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韵母蜘蛛。哎、欸，搞不好我们用韵母蜘蛛就打得赢呢、欸。韵母蜘蛛不是那个。那个什么兔毒的攻击特强吗？
这是兔蜘蛛丝，暗示一件是什么？对啊，这个攻击如果对那个谁那只有用的话，应该超强的。那个甲龙啊，哎、欸，怎么没有喷到的感觉啊？3800，好吧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有普通攻击、欸，就这样被撞死了。25000。AKS 键应该是那个震波吧？啊，对，这是震波，这个是震波。那我们可以点一下攻击，让它提高一点，不错啊。啊，但是不会飞就没用啊。陆地上强归强，但你不会飞完全没有屁用啊。是他们的御母蜘蛛啊，都没一个特殊技能，好不好？我们到时候再让金刚看可不可以进化成力量型哈。我们都到时候多打一点沙漏。我们都试着让他们全部都进化，然后再去试试看单挑那个 boss。其实还有另外两只 boss， 我们还没遇到啦。可是我自己在私底下的时候已经遇到了，哦，所以说到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去找看其他的 boss 来打看看。哦，这我们的御母蜘蛛还不错，还蛮帅的啊，机械化的那个感觉更有质感的啊，又更恶心了，有没有？我天啊！好吧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哈。那我们呢，下一集，我想下一集要干嘛？我们既然打不赢那个 boss， 好吧，我们下一集呢就去多多逛一逛周遭吧。啊，一样啦，老样子，看到什么就把什么东西抓回来，就这么的简单。啊，然后抓回来之后试着把他们让他们练强一点。啊，我们看可不可以就是啊蹦出新滋味，说不定。好吧，今天影片先到这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方舟生存进化再见了，拜拜。